桥去，怎么黑黢黢的啊？那个钱什么份儿？你能不能快点走？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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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街坊邻居们都没睡呢。我们家来的客人啊，哎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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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沙发客。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快点？能能能能。哎呀，我说小妹妹啊，我的名字跟你说了700多回了，你记不住。我想想啊，钱旋风。不是什么旋风。钱逆风。不见逆风不对。钱通风。我尿酸高啊，我通风。我叫钱顺风。啊，记住了。看那个面起的吧，跟你长得似的，写丑。甭管我丑俊，你就记住我叫钱顺风就完了啊！记住了，记住快递就记住你了。行行行，也行也行。哎，看见没有，妹妹啊，这就是我们家这小区，啊，这可是最高档的小区，啊、这里边的街坊邻居全都是跟我一样有身份的，哈、啊、哈，那不是吹。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什么高档小区，连个游泳池都没有，连个门童都没有，这跟俺家比简直没法比，知道吗？跟你哎，行行行行，别比了，别比了，来来来，门在那边呢。啊，你帮我拿点东西不行啊？拿什么拿呀？我都累什么样了？开门，开门，开什么门啊？你自个儿开，我都累什么样了？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呢？媳妇儿，哎，开门来，来了。哎呀！你这是搬家去了，你还是接人去了呀？哎呀，哎，就这个呀？就他，就他。沙发客啊！沙发客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你过来，这回可摊上了。怎么了？这小姑娘，她爸爸可是个大老板，回头咱们到他们家住去，那肯定住他们家大别墅，吃他们家大龙虾，看他们家大海滩。我跟他们谈大生意，咱们家赚大钱。大小姐吗？大小姐，咱伺候好。哎，啊，就这儿啊？啊啊啊！对呀、啊，就是按照你们背包客的协议，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客，沙发客的协议，你就得坐沙发。哎呦我去，那能行吗？太次了吧！这怎么能次呢？我家这沙发新买的，老结实了。对，哎呀，哎，小妹妹啊，这沙发你可别小看，这沙发可舒服呢。你看，我平常我老睡这沙发。还有，我看球的时候看嗨了，我还在这上面跳舞呢。对，你还会跳舞？我会点儿。你给我跳一个看看呗。别了，街坊邻居都睡觉了。婶儿，我救你！不是，别了吧。来，走你。心里那么得劲吗？哎呦，焕发了第二春呢！你给我憋着去吧！你下来，下来！你跳个脑瓜人都伤疼，你下来！什么呀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整坏了，我再让俺爸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？至于吗你？我被他弄得一点心情都没有，不跳了。行行行行，这是啥？哎呀，媳妇儿。小孩子嘛，刚来，你愿意让他玩就玩会儿呗。你想想他爸爸，大老板，咱俩跟他们谈大生意，那咱赚大钱。赚什么大钱？干啥呀？你用这个牌的香水啊？啊，咋的？哎呀妈呀！我老稀罕这个牌的香水了。哎呀妈呀！你这屋头一回说一句我爱听的话呀！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说说这个香水啊，啊，大牌子是老贵了，可不咋的，法国的。俺家小狗一直都用这个牌的。啥意思？啊，说我是狗呢呗？不是你没听出来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一般人我能拿它干
咱们家乐乐比吗？我的什么孩子呀，这么不会说话呢？媳妇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想想他爸爸，他爸爸可是大老板，将来咱旅游还得去人家家当沙发客呢，住人家家的大别墅，吃人家的大海鲜。我先给你买个大枕头，你先做一场春秋大梦吧。这孩子，你说说，怎么还一惊一乍的呢？咋的了？这啊咋的了？你这是没有事儿，咱俩唠咱俩的。小孩就这样。啥玩意儿？手机怎么没电了？哎，这是我的，还没充完。行，充吧充吧，拿着充。你这手机，你回咱卧室去充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是我家？我知道是你是人家不是客人吗？对不对？咱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咱俩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啊？我都饿了。你那沙发客协议里边也没有我给你做饭这一条啊？不做，什么意思？坐，马上坐啊！你给他对付一口不就完了吗？我做那玩意儿你都不爱吃，我能给他对付得了吗？这是从哪儿找个姑奶奶来呀？你签的协议咋签？是把我卖给他了？人家来了你就热情一点呗。咱俩在那儿磨叽什么呢？稍微开一点。哎呦我的天，那儿看见了吗？那儿有方便面，对，自己泡，爱吃不吃？钱抽缝。我钱顺缝。我不管你怎么着哈。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互相管吃管住最高水平，你就给我吃这个呀？小姐，这就是我们家最高水平了。我们俩真的不会做饭，我们俩不做饭。那我不管。好，我现在就要逮饭，我要逮饭，要逮饭，要逮饭！哎呀，别嚎了，你协议里边可没有在我家嚎这一出啊！对，我告诉你，再喊的话我给你扔出去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你是不是得打听打听我二弟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你，你那些破玩意儿，我都给你复原出去。哎呀！大姐夫，大姐夫，赶紧救命啊！赶紧救救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谁呀？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？谁呀？钱顺风的姑奶奶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来，你咋不说呢？你家里来老钱。顺风啊，你姑奶奶挺年轻啊。什么老姑奶奶，到咱们家来住的沙发客。哦，是沙发客呀，欢迎啊！就是上次那个三米粒找的那个沙发客。不是，那是沙发客。这，哎呦，我都气死我了啊！哎呀，我要逮！他们逮谁呀？他要吃饭，我告诉你别吵了，再吵今天我给你给撇出去。人家来了，你管人饭吃，对吧？甭管，我来做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，好吧，孩子。你这什么？你会做啊？我会做。那你给我来锅麻辣烫，炸个 QQ 鸡架，来个双皮奶，再整个丝袜奶茶，够了。丝袜奶茶，这我没不我不会呀、啊，我平时也不穿丝袜，还没把你丝袜脱了，我试试。哎妈呀，你笨的呀！那算了，什么好歹弄点就行。反正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孩子，我呀刚才给我爱人做了点饭。他没吃，你来吧，这可好了，你看，高粱米水饭，好吃极了啊！来，尝尝，嘿，哎呦，高粱米水饭，你看，来，好不错，什么高粱米水饭呢？这不就高粱米熬的粥吗？人家吃什么长大的？人家吃不了你这土东西。孩子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粥，这叫珍珠翡翠粥。养颜的，你看他那皮肤好吧？他就是喝我这个珍珠翡翠粥，可养颜了。尝尝，怎么样？嗯。有，蘸蘸酱菜。蘸酱菜不好逮。什么蘸酱菜呀？不是吗？这叫蔬菜大酱沙拉。那是西餐呢。西餐。绝对的西餐，西餐整点行。嗯，来，尝尝西餐吧。嗯啊，这西餐怎么吃啊？这个是这样吗？你看，把这个蔬菜弄上，完了把这个大葱啊蘸点酱，啊，你看抹在这个菜上，完了你这么一卷，完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咸，你再蘸点酱，尝尝，怎么样？哎呦嚯啊！
味儿怎么样？还行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孩子就爱吃西餐啊！吃吧，吃吧啊！来，瞬间把两道土菜喝这个吧啊！珍珠汤很好，真是分，真厉害！你到哪儿找这么个主啊？网上找的呀，网上说人家他爸什么有钱是大老板，然后以后我俩要是去旅游住他家沙发，还说要跟人家爸谈生意。你说你这个心呀，怎么的了？这是想法。哪门还知道找我呀？都别找我了，我永远都不让你们知道我在哪。师傅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不行，顺风，你得问问他怎么回事，别到时候出事儿。我问不了，你看他跟我关系不行，跟你挺好的，你去问问。哎呀，不认识人家，人家是你找的，你去。哎呀，我去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，他要去，你不能去。那谁去啊？我去。顺风，哎。你不会是又坑我呢吧？没有那么麻烦。大姐夫啊，我向你保证，他这回真没坑你。哦，他就是想让你帮他擦屁股。啊，少说两句吧你。大姐夫跟我什么关系？帮我擦点屁股怎么了？孩子，你咋不接电话呢？管得着吗？这电话是谁打的呀？俺爸。你爸打的电话，你咋不接呢？你管得着吗？别以为你给我弄点什么西餐，我就听你说哈，不吃了。哎哎，孩子，你爸打的电话你不接，他不得着急呀？我让他们打的呀，他们不打不就不着急了吗？活该他们着急。听听，这孩子得多不懂事儿！我懂不懂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又不是俺妈，管得着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妈，你要是我孩子，我不捏死你！来来来来来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跟你爸爸怄气了？你会说话吗？我发现你的智商跟你的颜值不成正比呀！我跟他们怄气，他们要是不惹我，我能离家出走吗？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小妹妹。离家出走，你到我们家来，你爸爸不知道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他管得着吗？你必须得告诉他呀，你爸爸是大老板呐，我还得指望着跟你爸爸做大生意呢，我还得住你们家大别墅呢。你知道你哪儿最可爱吗？哪儿啊？傻的可爱。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秦顺芳，我这是你琢呢吧？你等着，看我一会儿咋收拾你。那小孩，别在那忒忒的了，是不是上我家混吃吃喝来了？赶紧出去，要不跟你急眼啊！走，赶紧呀，赶紧的，你得救我。没事，那个谁，你先把哥松开，好不？来，那个你往那边坐点，哥好发挥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发现俺爸他不爱我了，我太伤心了。不能，你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天底下哪有父亲不爱自己女儿的呀？他就是不爱我了。他怎么不爱你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过生日，他不仅没给我过生日，还没送给我礼物，他这就是不爱我了。你就因为这点事就离家出走啊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着急，我要惩罚他们，谁让他们把我生日给忘了的？哎呦，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哎，你是不是我闺女？你我闺女，我抽死你！你抽我，你抽我，你现在就抽我！你们大人都不理解我。我理解。大姐夫，没毛病吧你？来，让你帮忙，你帮倒忙啊你！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我也是做父亲的人，如果我要是把妞妞的生日忘了，那妞妞也生气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。哥，你简直太好了，你就是我的男闺蜜呀！不。男神，么么哒！不是，你先把男神松开，行不？来来来，男神腰受不了。男神呐，这点事就得你解决了。你解决到底啊！我明白，有多大的颜值就有多大的担当。哎，那个。那个男神问问你啊，
哎呀，你爸爸不爱你了？嗯。哦，那我觉着你这么惩罚你爸爸，不够劲儿。不够吧？不够。我也想了，肯定不够啊。嗯。我在出门之前，我爸爸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车遥控、家里面遥控器、钥匙棍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全都给背包带出来。哎呦我天！那看看，哎呦我，我把家里的 WiFi 密码都给改了，狠不狠？厉害厉害！跟我说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我女儿，我非削她。我说我想教教你，你教我呀？我觉得你这些还不够劲儿，还不够劲儿。你知道怎么能让你爸爸心里边最难受吗？怎么的呢？你这样啊，明年你爸爸再过生日的时候，你就假装忘了，你就不给他过生日，对吧？你就不给他买礼。对，你爸爸的生日是哪天呢？俺爸生日？我不知道。你连你爸的生日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我就记得年年都是俺爸俺妈给我过生日，我从来都没给他俩过过生日啊。那再说了，不都是爸妈给孩子过生日的吗？孩子呀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9。你爸爸过去是不是年年都给你过生日？你爸爸给你过了18年的生日，就这一年没有过，你就说他不爱你。你爱你爸爸吗？我爱。你爱。怎么哭成这么样了？哥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。哥，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哈，我现在管不了你了，我在家给我整体啊。哎，你先哭。哎，那个，你说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送到车站去，好吧？啊，哥，哎，你要不然你就给我送家得了，俺爸看到你肯定能好好感谢你啊。站住！是大葱呢，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？小妹妹啊，我带你来的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另外，我跟你爸爸要好好的谈一谈。不用，我就用这个哥送我。不是，那我也想去啊。你想去啊？不有行李吗？啊，主动点。我成打杂的了，我。长得就像打杂的，你咋给人拿的？给打咋给人送回去啊？你帮我搭把手呗。哎呀，扯！你说这一天我跟你上不起，拿着。等我一会儿，哎。